治病合集来喽，在花店门口捡了两朵玫瑰花来做最近很火的冰封玫瑰。哎，你可别上来，如果你有更好的办法请速度联系我。嘿嘿，这题我会用胶带固定住，倒入魔法海洋水一定很美。好了，期待一下。闺蜜男朋友送的假玫瑰，用这个玫瑰模具强行塞入，灌水。哦耶耶，黏黏了。拿了老弟的果冻爽，全是爽，没有果冻假已经绝版的雷碧，这个搭配不可能不好吃，漏了它漏了。熊熊模具巧克力豆给熊哥做肚肚，加纯净水，不晓得会不会融化。到了，期待它变身。醒醒章鱼哥，请你吃汉堡了，一口一个，搅得腮帮子日渐强大。李饼加奶奶，李饼加水，爷说有点像向日葵，喜欢吃草莓但不喜欢吃草莓味的糖。相反，我喜欢吃蓝莓味的一切，但不喜欢吃蓝莓。忘了说，我加的是滚水，应该会烫化秋秋糖。爱心模具，整个四色爱心，这是可食用色素冰，我不敢吃，留着给朋友吃，这手一天不如一天，明天就换了。碎碎冰，喝不溜秋的能猜出我到啥色吗？给他匀一匀。最后一个，干完就下班，用樱花做个冰碗，割了均匀。好了，拆冰剑。